虹桥区某小区地下车库内燃起熊熊烈火，现场是来了18辆消防车，奔我们这小区来了。我下楼看看，一看车库是着火，是车库滚滚浓烟。那当时还有办法将车辆开走？不可能，那个消防队已经都打死了，人家全楼都在请人。汽车自燃，30余辆旁车被烧损。根据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系汽车自燃事故，因此张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到现在起诉第二被告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他那个布置植入小罐灭火器，大的他人员少，没推动，力量不足，推不动，有这个玩忽职守的责任。经核实，原告的丰田轿车并非地库登记车辆，属非合规进入地下车库。同时，事故发生时，受损车辆又违规停放在无主车位上，系自身过错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百万损失究竟应该由谁承担？现在开庭，天津市虹桥区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孙诉被告张，被告天津管理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原告孙某某1990年出生，原告孙某某今日未到庭，由父亲孙某担任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一被告张某1991年出生，自燃车辆车主，被告张某今日未到庭，由律师担任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二被告地下车库停车场管理公司，今日由其代理律师出庭。下面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这个诉讼请求就是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赔偿损失11935元。第二是判令本次诉讼所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7月3日6时19分，原告停放在虹桥区一线道号楼地下车库内的京 AEP 接报汽车发生火灾，火灾造成该车及万华里地库墙壁供电供水设施等被烧损，火灾中车库内多辆汽车因过火烟熏高温等原因不同程度受损。本人丰田汽车 MT 也在此次火灾中被烧损，经天津市虹桥区公安消防支队认定，此次火灾起火原因为京 A 捷豹 XFL 汽车前机舱内起火引燃附近电路故障，机器舱内其他可燃设备线路造成火灾。此次车辆停放在一线道9号楼地下车库车位是本人于2007年购买的，每月向天津市住宅集团和管理有限公司缴纳80元管理费用，该公司没有尽到妥善管理职责，应对本人损失予以赔偿。关于火灾事故，消防部门是如何认定的？认定就是那消防责任书，他们是按那个认定的。就是你起诉状当中陈述的是吧？对对对。火灾原因为该车辆前机器舱内起重机附近电器线路故障，引燃机器舱内其他可燃设备线路造成火灾。目前的这场火灾事故当中，据您了解，就是大概有多少辆车是被涉及，就是受到损害了呢？大概有三十辆左右的车，不光是车辆，包括当时的这个小区的停车场、停车的物业啊，整个的这个都有这个受到火灾影响。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们这个当事人本人呢，他的2辆车也都进行了一个基本上属于烧毁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它的过火面积还是很大的，造成的损失也是非常巨大的。那
那这个赔偿金额大致总额大概在多少呢？赔偿金额按照消防这个出具的相关的鉴定报告，那么消防是委托了一个第三方机构对于整个的过火的这样损失进行了一个鉴定，大概的损失金额在300多万。2019年7月3号，虹桥区某小区地下车库内燃起熊熊烈火，这场由汽车自燃引发的火灾造成地库内多处设施及31辆汽车被烧损，损失高达300余万。当日共有18辆消防车抵达现场组织灭火，并疏散楼内住户。原告得知地下车库这个失火的时间，我应该在，我具体想不起来，反正是6点半左右吧。当天的。6点半左右。早上是吗？对。早上6点半左右。嗯。你是如何得知的？消防车来了。6点半左右啊，我这时间不确定啊。现场是来了18辆消防车，就奔我们这小区来了。我一下楼看看，一看车库是着，是车库滚滚浓烟，车库着火了。照片上有那个现场的情况。原告车辆停放的位置距离金 A 一 T， 捷豹车辆的距离有多远？距离隔一辆车，这不一个车吗？一个柱子，这个车，这就是他的车。原告发现失火的时候，这个火势呢？火势很大。就很大。嗯。原告当时还有办法将车辆开走？不可能，那个消防队已经都打死了。嗯，人家全楼都在请人。原告车辆损坏的部位？损坏部位，全车。因为它是过火了，车辆已经实际维修了。对，在在那个 4S 店，那是消防，让我们到 4S 店提供这些。是你票面上的这个名字，维修费是11560元。对。另外还清洗了内饰是吧？对，维修完了之后内饰太脏了。维修之后又清洗内饰。你也支出的这两项，合计是你诉讼请求的数额吗？是。火灾当日，原告孙某某的车就和自燃车辆相隔一个车位，因此受损严重。如今，原告孙某某起诉自燃车辆的车主及停车场管理公司，要求赔偿损失10000余元。那下面由被告陈述答辩意见，首先是交。首先，对院审理的2019金0106民初7079号，张与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天津汇通路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尚未审结，相关财产损失责任、赔偿责任还未认定，因此向法庭申请终止审理。第二。根据天津市虹桥区公安消防支队2019第0009号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系汽车自燃事故，因此张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原告主张的具体的维修费用，需要根据其所提供的相关证据进行质证，才可以予以认定。你现在申请可按终止审理。在另外，也就是张起诉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案件当中，诉讼请求是什么？诉讼请求是依法判定，二被告赔偿原告车辆损失、车辆购置税等共计443504元，还有就是依法判定被告承担诉讼费用。那你认为本案？需要等待哪一项审理结果？在张诉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和汇通路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案件中，这个相关的判决将确定赔偿的主体责任，故该案能够确定出赔偿本案原告的主体是张人还是两公司。
当时这辆车是新车还是？这辆车是个算是个准新车，它等于是两年左右的一个车龄啊，然后呢还都在质保期以内。并且就是没有经过改装或是、啊、没有，这个我们真是核实过哈、啊。这个第一个它没有经过改装，第二呢一直所有的维修保养都是在四 S 店进行的。你也知道，它这么一个这个40万左右的一个豪车哈、啊，它这个必然会啊严格的按照四 S 店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保养。对。那就是说，您的当事人是否和路虎公司有过进行沟通？就是他们觉得这个路虎公司的反应是什么呢？有过沟通。其实，在我们正式的这个提起诉讼之前，然后我们跟这个 4S 店，包括跟这个厂商啊，都有过这个直接的对接。然后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如果可以不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的话，当然也更好，能够节约我们当事人的很多的，比如说时间成本啊，这个诉讼成本。但是很遗憾的，这两个公司呢，都要求我们走法律途径。法庭上，自然车车主的代理律师申请终止审理本案，他表示。需要先另行开庭裁决此次火灾的事故责任主体究竟是汽车生产商、经销商还是车主，才能确定由谁来最终承担此次事故造成的赔偿责任。那么，原告是否同意终止审理本案呢？原告对于被告申请本案终止审理是什么意见？这个我不同意终止审理。这个造成的这个损失，这起火灾是这个因张车造成的，这个是过错也好，还是这个嘛也，还是这个管理不当也好，这个我认为这个必定是这个是因为他的自燃造成的，按消防指挥说他的自燃造成了这起火灾。应该这个被告予以这个对我们受害方予以赔偿。原告现在起诉第二被告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车库发生火灾的情况下，它的消防设施、它的这个喷淋设施，没有启动。如果要是它设施达到了，不会着火。或者是着火也不会着那么大，这个整个喷淋是没有启动的，这个喷淋的管理、消防设施的管理是这个车厂负责的，因为他那个铺置只用小罐灭火器，大的他人员少，没推动，力量不足，推不动，造成的大的灭火器没有启动，有这个玩忽职守的这个责任。法庭上，原告表示不同意终止审理本案。此外，原告之所以起诉停车场管理公司，是因为他觉得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没能启动足够的消防设施，及时控制火势。对此，停车场管理公司的代理律师陈述了答辩意见。一，本案所涉及的火灾事故并非管理问题或人为因素诱发，且车库消防设施均正常运转，地库值班人员第一时间以灭火器材施救，并拨打119报警电话。综上，无论从火灾起因或是防止损失扩大的环节，均不存在任何过错。被告张系本案的直接责任人及赔偿义务主体。被告汽车管理有限公司与本案原告同为事故的受害方。二。经核实，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合同关系，亦未向被告缴纳任何车位管理费用。原告的京 MT 丰田轿车并非地库登记车辆，属非合规进入地下车库。同时，事故发生时，受损车辆又违规停放在地下车库一期的86号的无主车位上，系自身过错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其车辆损失应向直接侵权人主张或由本人自行承担。被告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对原告不存在任何安全保障义务及赔偿责任。答辩意见发表完毕。法庭上，停车场管理公司的代理律师指出，在火灾当日，原告的车辆是违规驶入地下车库，并停在了无主车位上，因此原告的损失
他们不负有赔偿责任。总结原被告双方的意见，本案共有以下三项争议焦点：第一，是否终止审理本案；第二，原告自身是否具有过错，是否应当减轻被告的责任；第三，被告停车场管理公司是否具有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法官将在庭后依法判定并出具书面通知。庭上，法官对其余两点争议展开询问。那法庭询问原告几个问题啊？涉案的地下车库坐落在哪个小区？红桥。原告是这个业主吗？是。原告在该小区是否享有租赁的车位？是。车位的位置？395号。地上还是地下？地下。那发生失火的当天，原告是否将车辆停放在了395号车位？我停在了86号。为什么没有停放在自己的车位？因为这个那天车位，我那个车位被别人挡住了。原告的车辆在车位，在这个车库是否进行了登记？这个当时我们登那个买车位的时候啊，他要登一辆，我登的是我们家还有一部车，一个车号。后来呢，后来这车我长期就开这车，就是一直是这个车放在车库里的。你能进这个，那个你就进不了小区。这个我们是父子车辆的这个互换开，谁适合开那个，本身这就是一个是一个他们这个允许的事儿。当时呢没有刷牌照，是那个蓝牙，一刷蓝牙杆儿起来就能下来。一个车位可以允许两辆车？就是现在是一个车位允许一部车，你可以登俩号，你登两个牌照号。哎，你这个车进，那个车进不去。一个车位可以登记两个车牌号。对。同时呢，只能进入一辆车。对。进入这家车库是刷牌照还是刷蓝牙？当时是蓝牙，火灾以后他们改成牌照了。这个蓝牙是谁提供的？是那个华杰。第二被告提供的。原告所说是否属实？对此，法官询问了第二被告停车场管理公司。刚才原告陈述的是否属实？部分不属实。火灾发生前，每一个车位可以登记两个车辆，但原告的受损车辆并未在被告区登记。蓝牙设施呢？蓝牙设施是配发的登记车辆的这个。蓝牙设施是可移动的还是固定在车上？是可以移动。可以移动的。他们随时可以装在其他车辆上。这个是违反了我们管理规定的。在火灾发生前，原告在被告处登记了几辆车？是谁登记的？原告的代理人父亲登记的。只登记了一辆车，只登记了一辆车，但并非受损车辆。原告再问一个问题啊。签订协议的时候，原告方登记的车辆。车辆那没问题。签订协议时候，那阵是一辆，因为那个车呀，我们那边停路上，这是新买的车，我们停地下，哎。在之前的庭审中，你说登记了两辆。登记两辆啊，这个是着火之前，他们在那儿有个小条，每个车主，你有个小条，有个小条你填好了，填好了放在盒里头，他们就给你输入你是哪两辆车，而且停这车，这都没有文字证据，我们这车停下来行吗？我也咨询过他们，只要反我们你停一辆车就行。我那个这个协议当中，协议上的没有，哎，没有，哎，这都一
登记两辆的过程啊，大概是19年初19年，很冷了，19年12月份时候，他们有个小盒，就是要求准备在那个停车保安室，有个小盒，那个每一户呢，咱准备改刷牌照的，每户能登记两辆牌照，请写下来投入盒里头，然后这个我们进行电脑操作呀嘛，这都是真实的，这个事儿没有证据。您说保安室？就是车厂，不是保安的室，是他们那个，就听说那管理部门，院儿那个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嗯。提供了一个小盒子。有一个那个告示，有一个小盒，就告知每户可以登记。哎，对对对，你可以那嘛。你当时把这个涉案的这辆车辆，哎，都填好了，都隔离了，放在里面。哎，对。关于地下车库的停车管理规定，均在地下车库入口予以张贴和公示。进入车库的业主应严格按照规定履行相关义务。被告天柱华杰停车管理有限公司以公示手段已充分地履行了本方的告知义务，故如违反规定的给自身或他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均应由本人自行负责，与被告无关。对这个车库这个入口张贴这个，我认为这个本身这个位置就不合理，因为这个位置是在汽车行驶过程中那个道上它贴的，在那儿不可能停下来看这规定，既不明显也不显著，而且在那儿停车把后头车堵了，会造成事故，造成车库堵塞，本来贴这个就这地儿就不对。那下面围绕以上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质证，先由原告向法庭提交证据。发票和这个结算结果报告。是维修费。维修费。证明目的。证明目的就是被告给我造成这种损害，维修这个车辆的这个价钱。第二组。第二张证据，我拍，就截取了10张照片，当时火场的10张照片，现场的照片。对，证明目的也就是让法庭看一下当场这个火灾的情况，和这个他们消防扑救，就这个现场扑救的情况。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推荐明细，证明目的是什么？也就是在这次赔偿案中，我具体修了哪些？这10000多块钱里，具体都是哪块进行了维修更换？维修明细。法庭上，原告出示了维修费发票和火灾现场照片等证据。对此，第一被告张某的代理律师发表了质证意见。在结算结果报告中有空调器清洗和消毒的明细费用，与本次事故无关。另外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二，可以明显看出涉案车辆处于整体的车窗封闭状态，因此火灾不会对其车辆内部产生影响，所以原告提交的内饰清洗的相关发票350元，我们不予认可。申请完成的审理，今天庭审结束，是否终止？法院将依法裁定。那看来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系列诉讼的过程。那您之后是有什么诉讼的打算吗？
是这样，我们就是作为原告诉两公司的这个诉厂家和这个销售商和经销商的啊这样的一个诉讼，现在呢下一步可能要进行相应的鉴定，鉴定出来真正的比如说这个产品它纯卖不存在缺陷以及起火的真正原因啊，如果说最后的认定结果啊是真的是像消防认定的一样啊，是说我们的最终的责任是在于生产商或者销售商，那么我认为像捷豹中国哈、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品牌的公司又是一个豪车，那么他们除了啊包括它的生产商也包括它的销售商，除了追求利润以外，更多的呢应该更多的关注产品责任，那么如果是真是车辆自身的原因呢，我觉得他们应该更多的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然后呢来应当承担起他们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话使我们这些个受到了这个火灾影响的相关的车主车厂包括我的当事人的本人都能够从这个事件中早早的获得赔偿，然后从这个事件中早早的摆脱这样的一个烦恼。